男子人间蒸发14天，天兵天将也找无人。伊话我要出来做安尼尔，啊结果后头摆就徛起，无咧，无咧方向，唔知要安怎找去啊。古坑这名妇人焦急的哭泣，因为她52岁做泥水匠的老公上月底跟她吵架离家后就人间蒸发。她有去问过先生要好的女性友人，找不到人，打电话报警。有一名大学生曾遇到她先生在产业道路跌倒，将她拉起。20多名棋盘村民也帮忙搜山，还放鞭炮避免男子鬼遮眼。虽然监视器也有拍到她曾出现湖本村，警方也搜寻未果。已经两个星期了，妇人只好到庙里寻求超自然力量。你手机也没炸出来。在旁的德桃把神明的话用白话译文写下，先天上帝说他已派天兵天将搜查，发现男子曾出现在石流工业区。男子下落人是个谜，家属也希望大家能帮忙留意。不知道要拿嘴去，我想要拜托哦，拿好心的灵珠敢到三天。用新闻与您报道。